喂，宝贝，在干嘛呢？在咖啡馆呢。最近工作累吗？可轻松啦，每天5:30就下班，没事儿就跑到咖啡馆刷刷剧。这咖啡馆还是夫妻店呢，我可羡慕了。我们不是。咱们什么时候也能天天见面啊？怎么，想我了？才没呢，我可忙了，没时间想你。那先挂了，早点回家。嗯，再见。你好，有位男士想请你喝杯咖啡。谢了，我不喝咖啡。那位先生还说这个送给你。告诉他我不爱吃草莓。好的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你骗人啊！我哪里骗你了？明明在想我。你最爱吃草莓。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。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？给你个惊喜吗？你经常来我们夫妻店呀、啊、一定。关主，我没钱，明天能收账吗？好的。Oh my god， 是你们闺蜜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大环境不好，年年业务量下滑，我的餐饮店都没生意了。笨了你、啊、国产餐饮漏爆了，谁爱喝呀？国产没前途的。我们国外呀，今年业务量一路高升，我都忙不过来呢。谁说国产没前途的？谁啊？只要他努力，一定比你国外混得好。关主，你说是吧？嗯，未来他会一直混不起来。什么？关主说的没错，我们这行不行了。不是吧？国内同行混得这么惨啊？哟，病毒进来了，天津有业务，交给我吧。女神，站住！怎么了？我们的地盘轮到你收了吗？我们说好了，今年不收。我去！才6点你就开门？卖早餐吗？巨仔，是不是看不起老子？我说了不走就不走。你不就把我做你吃了吗？有的是网红，光这大衣就得好几万，有的是钱。我城里有客人，客人还不打表，糊弄谁呢？那分明是你老伴儿，公车私用还借口拒载。我不认识他，老子直播举报你！住手！你误会他了。嗯，师傅，他是呼吸科的医生吧？什么？我刚开始挺不乐意借的，可是后来……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我好几天没回家换衣服了，有些汗臭味，老穿着防护服也捂得慌。不过总算把人救活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不忍心叫醒他，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他才是最美的网红。布丁，咱们去给他准备早餐吧。好嘞，要免费的？那肯定。小贤，我给。